实，内心阴坏，山宫北，今夜路本性。忽然发现有几个女生湿漉漉的头发，而且还是黄昏的时候逆光。他跟老师跟我说你看什么呢？就说他这孩子真不错，是不是这意思？我们俩演男女主角，正好有机会啊。而且这里边有接吻的戏，这接吻是长吻。三天，平凡家庭不平凡，一家三口趣事多。您在家里边地位排在第几位啊？第三呢？不是，怎么都这样？这是一家子没商量好，有没有在他烟里边做点手脚的？胡椒面、牙膏啊。牙膏，牙膏啊，牙膏，抽得更上瘾了。那味儿比原来还好。没车没房不是事儿，老婆今夜也裸婚。这是我爸妈。啊，伯父，看你爸我挺害怕的，你爸长得跟吕布似的。虽说我没有车，没有钱，没有房，没有钻戒，但我有一颗陪你到老的心。等你老了。我依然背着你，我给你当拐杖，等你没牙了，我就嚼碎了再喂给你吃。这句有点恶心。谢谢，你们是真能闹，越说越热闹啊！谢谢大家惨无人道的支持啊！欢迎收看天津卫视《今夜有戏》，我是郭德纲，欢迎你们。本节目由自然轻盈月湖游阁独家赞助播出，看《今夜有戏》，陪您一起来。谢谢，节目做了有2年左右了，来了不少的嘉宾，每一期都给大家带来了快乐。今天这一期相信会特别的好玩。我们今天的主人公从小的时候梦想做一个歌唱家，嗓音清脆嘹亮，特别的甜，特别的嫩，有一个代表的歌曲，也不什么歌来着，反正唱的挺好啊，特别脆特别嫩，但现在一打电话就是哎你好啊。可见这人的嗓子随着年龄是有变化的，但是演的戏是一等一的啊，红遍天下，人人尽知。掌声有请张光北老师。张老师，著名演员张光北曾饰演《三国演义》中第一猛将吕布一角，深受观众好评。后饰演的楚云飞更是《亮剑》中的灵魂人物，外表冷酷是他给广大观众留下的最深印象。而现实中的张光北却是个细心居家的模范丈夫。今夜抛弃硬汉形象的他前来做客，与老郭一同聊聊生活中的家长里短。这个张老师是第一次到我们节目来玩啊。对，以前您看过我们这节目吗？看过。真的呀？真的。您不用为捧我，没看过也没事。不是，我真看过。真看过、啊、这个挺好的。这个今儿来了得好好的聊一聊哈、啊、您下来之前我一直在说夸您的嗓子又脆又甜，结果您这两句话确实说明我后边那句话说的是对的。张老师原籍哪里啊？原籍应该是四川。四川什么地方？成都。成都。我喜欢成都男孩说话。走到街上成都男孩好烦哦。好烦哦。特别可爱。那来了您用四川方言跟我们大家问个好吧。我这四川话说的还真不好啊。这个吃饱没有？吃饱了。好烦哦。有两部戏是不得不提的，是张老师的代表作，一个是《三国演义》，一个是《亮剑》。啊，《三国演义》里边扮演的是吕布，对，吕布了不起，人中吕布，马中赤兔，这都说了不起的牲口，这过去，赤兔马厉害啊，真了不起啊！
这个现场好多朋友刚才喊了，吕布，希望您用吕布的方式跟大家打一个招呼。里边有一段，这吕布戏貂蝉有一段，凤仪亭嘛。对，见着貂蝉以后，吕布说道：“啊，小姐真是心灵手巧，外秀慧中，锦心绣口啊。”呵，好，郭老师也成，我学这个。好，小姐，好吧，你们就饶了我吧，好吧，我就吕布。据传说，光北老师在家里面是一个模范丈夫。啊，这个了不起了。应该是这样。在家里负责大事，负责小事。我在我们家基本上负责小事。哦，什么叫小事？吃喝拉撒睡呗，是吧？这个干活。哦，这么一说非常的模范。那您自己说空口无凭。今天嫂夫人也来了，请出来问一问。掌声有请陈伟。欢迎嫂夫人。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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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刚才您来之前，我们聊天来着。嗯。光北兄说他是模范丈夫。嗯。这点您承认吗？还是挺模范的，但是我更贤惠。家里饭谁做呀？饭以前是他做，现在是我做。实在不好吃是吧？挺好吃的，也不信上我们家尝尝。行行行行行行行，行嘞，咱们坐着聊不好吗？好，来，欢迎两位。拿水来，小孩。哎，来了。哎呀，快坐快坐。两位老师喝水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不客气。这个您玩微博吗？玩。是吗？对。您呢？我说的，他们给我弄这微博，我。好像我就写过两篇文章，第三篇是我写的。140个字还不写啊？有多少粉丝了？我有多少粉丝了？有几？一万多。因为我从来不太写。有微博的朋友们呢，关注一下今夜有戏新浪官方微博。有什么话想和光北老师聊一聊，就圈我们啊。待会儿我们是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啊。您喝了水，这个。两口子一块儿来就得先问点两口子的事儿啊！您算过没有啊？到今年结婚多少年了？21年，26。那天算了26。21年。啊，陈伟老师是26年。我们俩认识26年。啊，对啊。认识26年。从上学认识26年。对对对。结婚21年。结婚21年。啊，认识5年结的婚。对。啊，那这5年就是从在学校算起呗。对。啊，那会儿是北电视中戏啊，你中戏。上的中戏同班吗？不同班。不同班。嗯，那是哪一年了？他比我高。我是82届，他是85届。师哥和师妹。据传说，这个当时您是因为毕业大戏看上光北老师的。对。当时什么戏他演的？他演的那叫《残酷的游戏》，那时候头发比现在还茂密，然后他穿的那个就是苏联，他是一个俄罗斯戏，然后很多穿的还比较那种，就是说比较洋气，然后那时候还自弹自唱，唱首歌，我一看，哎呦，这小伙子不错，还能唱歌。嗯，对，我觉得我们有当时一张照片，是吧？我们来看一下光北老师的照片。哦，是吗？嗯。这搁到今天，咱们也得承认这是帅哥。对啊，那年多大呀？24。24啊！我想想，我24的时候，我儿子都2岁了。据传说当时，跟周润发似的，他们说的那会儿。是，当时我这就照了周润发挑的，他就觉得那时候他那个穿的是他特别爱那个年代哈，80年代他就会穿一个很长的那种皮的那个长大衣，皮的，你看那个年代还能穿长的皮大衣，这很不容易的，然后还戴那个礼帽，就真的是特别特别那个像上海看的特别帅，对，那比周润发还帅，你知道吗？那会儿来说是就已经在学校里认识陈伟老师了，是吧？因为那时候我们戏剧学院的学生很少，不像现在一招一批一招上百个，那时候一个班就招10几个人。嗯，而且我们是82年入学，83、84就没招生，就没招本科生，85年就招了他们85班。嗯，所以就说就赶上了呗。那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嫂夫人的呢？
我们那时候戏剧院招生呢，招的都比较性格化，就比如像郭德纲老师这种的，特别容易考上，就长得寒碜呗。不是，就是长得要有特点，好认，好认，嗯，就是生旦净末丑，这个那时候不考虑影视的事儿。后来到了他们这班呢，就是戏剧院教学有点改变，就要找这女演员啊，得具备三感。第一，要高贵感；第二，要青春感；第三，要细腻。哦，所以他们班的女生招的呢，比我们以前招的那个呢，都比较靓丽。所以他们班有个五朵金花是吧？巩俐啊，她呀，武艺娟、史可呀、金丽丽了什么等等。我们有张照片啊，这就是当时的五朵金花。对哦，您这属于一见钟情吗？那不是，我是当时我在学校当领导。我的天哪，副校长，副校长，学生会主席，学生会主席，节目主席。有一天，我在这个学校这个学生会办公室办公，正跟老师汇报工作呢，忽然发现有几个女生，就是她们女生正好洗完澡回来，那个秀发飘逸是吧？湿漉漉的头发，而且还是黄昏的时候逆光，我一看。旁边老师跟我说你看什么呢？后来老师说，就说他这孩子真不错，是不是这意思？对。从此以后就埋下一颗比较严重的想法。这个您这个有情可原，都这个岁数，但是你们老师那个表情，值得商榷，值得商榷。但是那会儿学校不是不允许谈恋爱吗？对，不是，那个不是谈恋爱，就也没谈，嗯，就是印象很好。后来我马上就拍戏去了，就拍我的第一部电影，谢晋导演的《红镇》。嗯，我就四年级就等于离校出去拍戏，我呀姜文什么的，我们就出去拍戏。拍戏的时候呢，但是就给他写信。比如说最近啊，这学习状况怎么样啊？这小品是不是编不出来了？这台词应该注意什么呀？是吧？这个北京有句老话，管丈母娘叫嫂子，没话搭个话。那个一直到什么时候正式表白了呢？咱们交个朋友吧。后来就老写信，写信完以后我就毕业了。毕业以后，实际我们也有很多契机，就是他正好四年级就跟我们俩拍一部戏。拍一部戏呢，这个电影叫《蓝山女匪》，我们俩演男女主角。哦，嗯，这得高兴坏了，正好有机会啊。完事这里边有接吻的戏。嗯，这接吻是长吻。三天。完了，学生叫抢救。完了以后呢，就是比较明确了，就是俩人就是说挺好的嘛。挺好，以后呢就赶上毕业了。毕业以后，那时候他们好几个同学同时分到就现在国家话剧院，那时候叫中央实验话剧院。他呀，金丽丽呀，史可呀，这个武艺娟是吧，你们都分到那儿了。他们几人一宿舍。哦，这就装不下这宿舍。我一想呢，正好那儿装不下，就干脆就我这儿吧。哦，我问一下，冻得很惨啊！那儿住不下，就上您这儿来。这五个都来了，那不是，嗯，是不是？还得问。你还得装身装下。那谁知道去啊？那会儿花钱大方吗？大方。啊、那时候不能，就是那时候要打的，你知道，请我出去，一般上是自行车哈、啊，有的一般的自行车他不骑自行车，都是要打的。小面吗？那会儿啊？不是小面，就是不是刚开始面的吧？是面的。北京刚开始没面的。哦，那就还早，您说那会儿最早的北京车都特别棒，全是皇冠。嗯，皇冠啊，对、嗯、我就是那个。我那了不起了，那个。对。那不是满街乱跑的，那得预约，得订。对，还得那个，对，打电话，还请我吃西餐，你讲。哎呀。还吃西餐呢。这个结婚的是什么时候结的婚呢？90年。90年。嗯，大牌宴宴。他89年毕业嘛，90年。毕业就结婚了。对。对。哦，我一毕业就结，90年就结婚了。我89年毕业，90年就结婚了。你看这么特别快，多余上这学，嗯。
这一晃一结婚也20多年了。对啊，我们编导说你一定要问一个事儿啊，我说不合适，说你问吧，没事儿。我说好吧，那就问吧。啊，这么多年来张老师演戏，他难免有什么感情戏呀、啊、吻戏之类的，你因为这个您别扭过吗？没事，他给他有出国的机会，让他心花怒放一下。那这样子呢，就是他回了家就对我挺好的了。对，这演员是职业，但是好像我演了很多戏吧，还没有太那个什么的，是吧？这么些年吵过架吗？这一句话问住了，都不说话了。你说，你说呀，嫂子说。你说，你说，你先说，然后我再说。很少。我们俩吵架不是那种，还真吵，不是那种，就是嗓子都喊哑了，就会遇上点什么问题，如果不太统一的话，就是就不说话了，就自我调节、自我完善就 OK 了，然后这个保留意见就 OK 了，属于这种。看得出来这是模范夫妻，但是模范夫妻我们也要挑一挑事儿。您这个。这个单位啊与众不同啊，我们爱给人调点事儿。来，小孩拿过来。哎，来了。我们这里有一个耳麦，待会儿是这样的啊，一个人戴上，一个人回答。戴上的时候呢就听不见我们说的什么了，嗯，就是想看一看两个人说的事儿是不是一样，好吗？行，来，我们先给张老师戴上。嗯，我调一下。调一下啊。嗯，调得巨大啊，破坏型。哎，破坏型的。嗯，张老师，这音乐不错。哎，一直到耳朵流血算拉倒啊。问一下嫂夫人啊，光北老师是一个大方的丈夫吗？对，他挺大方的。出了身上带着钱吗？他啊，带钱啊。哦，带的多吗？多。真的挺多的。多能带的多少？不知道，他当他随便，他随便，他那个他自己要带多少，我从来不过问他要带多少钱。嗯，带了。我们很气愤，怎么能这样恩爱夫妻啊？以后这节目少来吧，净挑事儿啊！这个关于钱这方面的问题，我们也知道了，但是我们知道跟你自己说不一样，它这个性质问题啊，你自己说吧。钱什么什么钱？想一想，这些年你有私房钱？哎，你说你有什么私房钱？我没私房钱，还不交代。我真没私房钱，我私房钱。我不是，你有没有私房钱？真没有，你不知道是吧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。我没有私房。你要早这么说，我早替您这么问。我没有私房钱的机会。为什么呢？你看这个，我演戏、拍戏得挣钱吧？有合同啊。哦。工资有工资表啊。比如我今儿来参加节目了，待会儿发点钱，什么车马费什么的，肯定我拿不着，你拿着吧。这辈子多憋屈。您出来带钱吗？你带。带钱。能带多少钱出来？那钱挺多的。有卡，我是副卡。副卡呀？哦，主卡在人家这儿。没有，好像我也没有什么可花的，就哥们儿朋友吃饭，吃饭花钱没问题。嗯。这买单得赶紧。那还是别人花钱呢？对，好像我也没什么可花的。嗯，您这些年给嫂子买过什么礼物吗？实际我有机会我都买了，就是从我们俩谈恋爱的时候，比如有点钱的时候，我们就买个项链是吧？快结婚了就不够那钱，我还努力的给你买，对不对？然后出国，反正我给他买，比如给我，就我从来不太给自己买东西。还真是给你买，你说是不是？您这说完老求证可受不了啊！这一晚上这说完之后，你说是不是？他怕我说我们俩说差了。你们俩这是真的，真的呀？啊，挺好。我们再问一个就可以了，好吗？来，给张老师戴上。好的。他很享受这个，嗯，很享受。好，声音调最大，要见血啊。调一下。张老师。张老师，张老师，我问你，行，看来是没问题。嗯，争取待会儿摘完之后你再喊，他也不理你，那就是真出事了。光北兄酒量如何？太好了。
太好了，值得赞美，看您这状态。对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能喝多少？我估计年轻的时候是一箱红葡萄酒吧，但现在不了。现在差点，自从就是北京比方说，自从不管钱了，不能喝酒了，不是那个比较茶的那个比较酒啊，茶酒啊，这个各方面包括身体啊，随着慢慢的这种变化，就自己知道那个叫什么，喝多了酒对身体不好，酒要少吃，是白酒也不喝了，然后红葡萄酒喝了一瓶左右，差不多，爱喝点那个啤的。哪天我把那个于谦老师送到你们家去，两个人就可以一起切磋一下，是吗？有人喝完之后有最大特点，酒品不好，耍。啊，他还好，他高兴啊。你要这个节目，你要去他喝完酒再来聊，那你肯定是你俩聊做三期，对，肯定三期，对。那就说明我也喝多了。好，原来这样，来站起来吧。好的。怎么能这样？哎，你看，观众都看不下去了。啊，这个说您喝完酒之后好聊天，实际是我这是我爱好。嗯，实际我特别喜欢跟朋友在一起喝点酒啊，聊聊天，这是我一个嗜好，实事求是讲。嗯，爱喝酒，爱聊天。嗯，认识于谦吧您？他也能，我知道。哦呦，爱喝酒，爱聊天。但是我这属于一人不喝，就自己在家，我连一杯啤酒都没有。嗯，就是朋友哥们儿。但哥们忒多，你知道吧？其实就是好交朋友。对对对 对, 对，也挺好，反正尽量少喝，控制一下。对，对血脂啊、血糖什么都好一些。嗯，这倒没问题，都挺好的。都挺好。嗯，那哪天把于谦送进来去吧。嗯，我知道他能喝，他太能喝了。他是自己也喝，跟朋友也喝，跟仇人也喝。只要是可以喝酒，他就很开心。你们能一块能聊几十年？嗯，这个闺女多大了？19。闺女19了。嗯，哦，这个现在上学呢，上班呢？上学呢。学什么呀？在我们俩学校，中央戏剧院。在中戏啊？学我们一行。也学表演。我们有张照片，来看看姑娘照片。嗯，娘俩这衣服都一个色的。对对对对，红色的。她这个要学表演，同意吗？一开始就答应了。我不太同意，我觉得这个，因为他可以干别的。嗯，我们那俩都干这个，都知道这个做演员的那种艰辛和不容易。嗯，后来我觉得因为你学习也不错，实际可以干点别的。他自己当时也不想干这个，他老觉得我们俩辛苦，从小就父母不在身边，他就觉得他也不希望，他就以后干这个，要当律师，要有个学外语。突然这些个话我儿子都说过啊，结果说了相声了。嗯，啊，什么的就从来不说不干我这个。临到考学的3个月之前，还有3个月高考温习的复习的玩命的，突然跟我说都要干这个。我说你什么意思？这个吓一跳。你还以为我干我这行就说干就干呢？不可能。我说这得训练，如果你要干这个，你从小学就跟我说你干这个，是吧？你就得慢慢练，积累到这份儿上，你去考。我说你不可能，你考不上啊！你干什么你？完后呢，又哭天抹泪的。他说这样，我们俩商量呢。我说，他说我先考考这特长生，特长生就是北京高考的这个大学的特长生，实际也很严格。他说我要这个特长生能过去，你就让我考戏剧院。电视学要过不去啊，那就别考了呗。结果呢？结果他就考了，还拿了一个 A 等。而且全没管，根本没管他啊，他自己准备自己就去考啊。考完以后，哎，后来他考准备考之前，我想我还得听听，不能说真不管。后来我就说你准备的什么呀？他说我准备了一个小说。我说哪儿找的呀？他说在网上查的。我说什么小说？他说用牙齿咬住的生命。我说你给我说说。他就说了一对老年人的爱情故事。这个老头俩人散步，老头突然掉到沟里，就悬崖。老太太一把抓住以后，用牙咬这老头的领脖领子。老头就说你放下吧。老太太看这血都下来了，老太太就是不放。最后终于救的人把他们给救上了，
可是老太太牙齿就没有，从此有了。老太太老头就问老太太说，你当时为什么不松口，你看你一口牙都没了。完老太太说，因为你是我一生的幸福。所以他就朗诵这么一个，我挺感动。后来我说得了，正好过春节了，你也快考试了，明天全家人吃饭，就我姐他们全大家子人春节都来，三十晚上都吃饭嘛，都来。我说你跟我们大伙儿表演一个，没想到他一表演，让我姐他们全哭了。这年过的，你看，哎，所以我后来我觉得还行，就是他这个还是天生的有一种做演员的那种感受力。嗯，结果就开始上学，学表演了。姑娘叫什么呀？张思乐，就是记住了张思德就记得了。张思乐，张思德他妹。张思乐，来，我们掌声有请张思乐。没车没房不是事儿，老郭今夜也裸婚。虽说我没有车，没有钱，没有房，没有钻戒，但我有一颗陪你到老的心。等你老了，我依然背着你，我给你当拐杖。等你没牙了，我就嚼碎了再喂给你吃。这句有点恶心。来，我们掌声有请张思乐。欢迎乐乐，欢迎，来坐坐坐坐，快坐快坐。捣不过你们捣乱的啊，快坐来，大家给你拿水来啊。喝饮料。嗯，客气。刚才跟你爸你妈正聊天呢，说的你这个假笑话年三十让大伙儿哭得跟泪人似的这事儿哈，自己也特别开心是吧？有这方面的潜力和天赋，就是反正挺喜欢这个，所以就做了。是吗？反正做艺人不容易，名利场是非圈啊，这还是得聪明，还得勤奋。我们小时候学艺的时候，老先生说了，三分能耐，六分运气，一分贵人扶持。都想成角，但真能成角不容易，慢慢来吧，挺好。郭美兄，您在家里边地位排在第几位啊？我第三呢。哦，第一是谁呀？第一我媳妇儿。闺女排第二。对。是吗，姑娘？我妈是吗？不是，不是。哦、不是啊，不是。对，她排第一，你想。我排第二，哦，对，他排第二，我排第三。哎，你们怎么都这样？这是一家子没商量好。姑娘认为谁排第一？你听孩子的。我觉得共同点是，我爸排第一。嗯。然后呢，我和我妈其实就怎么说，都属于他的，不能说是下属吧，反正在这个家比较平等。嗯、你爸在家管你妈叫什么呀？叫老妈。嗯。是老干妈还是皇城老妈？就是随我叫呗，因为我叫比较轻嘛，所以我爸就随我叫。哦，妈妈管爸爸叫什么呀？叫老爸，也随我叫。我可能是喝酒了，我怎么没听明白？很默契的一家人哈。有一个大力丸的故事是怎么回事？大力丸，你说。大力丸的事儿是这样，就是吧，我们家其实哈。我妈是最爱那个保养的，我也觉得这是她一个非常好的优点，就是懂得对自己好。养生，养生，养生，就是她善待自己，养生，养生。所以呢，我妈呢，就是她也不知道是看电视还是查资料，反正就听说可以将就是熬成一种大力丸的这样的一个补药，发给我和我爸吃。我妈这么说，吃完之后精神好，胃口也会好。可是我和我爸每次会一吃完大力丸之后完全吃不下饭，没有食欲了。配方是什么？我们也好学学出去害人家。不是我这人呢，特别就是我觉得那个这两个人的身体你得归我管吧。有一天呢，我喜欢于就是那个看杨毅老师就是写的一本书，里边叫固元膏，其实世界上那个超市里边有卖都有卖的。我呢嫌那个超市卖的嘛，他可能我怕有什么对的一些很材料不真，材料对不真。然后呢，
把他的配方拿来，我就自己配，就是红枣啊，还有那个就是核桃呀、芝麻，然后那个他们我就每天挖一勺，然后我吃了以后，我说呀，这个挺好的，哎，挺甜的，还加点蜂蜜，还冰糖呢。主要是甜，嗯。对，然后我给他们吃，他们看那样子，一点不甜，然后样子黑乎乎的，圆球状，那个就是固元膏嘛，它会有点的黑，因为芝麻都是黑的，你想。所以他们看完样子不好看，他们就不吃了。可是我把这个方法介绍给他姐姐啊，还有我们亲戚啊，还有朋友，他们每年春节都给我订。我妈都免费赠送。现在还来往吗？啊，来往。不走动了已经。来往，我就送给我朋友，他们可高兴了，就是他们都说他们要。你要是有大块的给我，我练毛笔字儿去。对。改了墨了，哦，这么回事。啊，吃点这个挺好的啊，少抽烟，少喝酒。据传说光北兄做什么大虾之类都特别好，但是一直到家里买了几千块钱的锅之后就不会做饭了。这怎么回事？换主厨了，换我妈了，白水大虾了。我们都是传统派的，是吧？就得这个，是吧？熟。然后那个，现在这个，他说那个对身体没好处，这铁锅什么的有铁锈，这铝锅也不行。完了就跟我们家现在制的全德国灶。德国倒是锅很贵呀，好几千啊。完了以后拿过来说，我不会做饭了，知道吧？他那种操作方式和那个使油方式都不是那个方式。那是，比如德国人也不吃宫保鸡丁。对你要是说油焖大虾出来，基本就是煮大，就是煮的了。你要说这要火爆腰花，基本上也火爆不了了。所以就把我这个手艺给废了，其实。他跟家抽烟吗？抽。哎，对，抽。对，抽。据说家里边给他设禁烟区是吧？我们家我没抽烟的地儿，没抽烟的地儿，原来都是归厕所和这厨房，现在连厕所都不让抽了，就是归厨房了。厨房因为有抽烟机啊，有窗户啊，就是。孩子那闻烟他就过敏。哦，闻烟过敏啊？对，他咳嗽，鼻子不通。啊，鼻炎是吧？有没有在他烟里头做点手脚什么的？让原来做过，原来我们两个选择了愚人节，反正是节日嘛，弄一点也不会生气。我怕翻脸啊，就上面放点什么胡椒面啊，牙膏啊，牙膏，牙膏啊，牙膏，抽得更上瘾了，呵，这味儿比原来还好。但是我记得好像那次我爸好像就没拿那包烟，换一包新的接着走了。他现在也比原来好多了，他改烟了。原来是那个为什么万宝路啊比较凶啊，现在改的就是女士烟了。有的时候突然你会发现，哟，怎么还会有那个女士凉烟呢？哎呀，哟，我就问光明，你怎么会有凉烟呢？我现在改凉烟了，我还以为哪个女孩送给他的呢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对，再抽半年啊，就该抹口红了。不，后来又会改一些雪茄烟，很香的。现在这是为了高了，减点量，还是就比你抽那个好，那个不往下咽，对，嘬一口就吐了，对，也习惯了，这会儿记了也不太现实，但是这真是习惯，就是跟人谈剧本，谈剧本这一聊天就这烟就是要命，完了就没这烟好像就没智慧了。哎呀，真是怎么回事？这就是习惯，实际上还是这种习惯了。少抽吧，尽量少抽。对，多喝酒。酒也得少。姑娘越来越大了，交男朋友了吗？这个以后准备找一个什么样的男朋友？找个什么样的？我觉得就是各方面我都喜欢的就好。那就得定制了。挺好。这个今天难得光北老师一家子来做客，姑娘也挺大的了啊，也进了这行了。我们看看姑娘演戏怎么样？咱们表演一个小情景剧好吗？好。人家一家三口都是正规院校学表演出身。就我一个人是业余爱好啊，今天给我一个学习的机会，我们演一个小戏啊。这个老两口子就不用拆开了，还扮演老两口子啊。这是您闺女啊，她在外边呢遇人不淑，跟我交朋友啊。演戏嘛啊，然后带回家来见父母，一起聊一聊，来看看我们的今夜裸婚时代。我特别紧张。别紧张啊，我妈可温柔的。你爸脾气大吗？不大，真不大，只要你那个实话实说。但是呢，你得说的就是
往好的方面说，就说咱俩以后肯定得成呀。往好处说是吧？对，我先进去给你看看他们俩现在状况怎么样。我坚持不住，我就跑了。你可别跑，你跑了我等着你，快去吧。叮咚，叮咚。这孩子在家连钥匙都没有，可见在家的地位。怎么？你才回来啊？哎，我都累死了。你上哪去了？你约会。约啥会啊？哎呦，人家都有男朋友了，我刚刚。你刚多大？你着什么急啊？啥意思啊？门口有人呢。我那个带来给你们看一看。这怎么能见呢？你赶紧给叫进来啊！这么能见？你们俩能温柔点吗？那要把人给吓跑了。叫，赶紧叫。真是，也不说一声。你行了，让他叫进来。行，来吧。你们俩那个给点面子哈。好，我叫。你干什么呢？哎、快点进来。瞧瞧。这是我爸妈。啊。伯父。坐吧。坐吧。拿水给人喝。那不喝。喝吧。你干什么工作的？我 IT 的 IT 啊 IT 是什么呀？你们不都喜欢 IT 的吗？是 IT 是什么呀？就是金融。对，挺金融。那你在金融街工作呀？不在金融街。我们在哪工作来着？没有工作。有工作，就是普通。打疼了啊，不好意思哈。我看你爸我挺害怕的，你爸长得跟吕布似的。多大岁数了？多大岁数？实话实说嘛。40。你哪有那么老？25。挣多少钱？好了，能挣6000多吧。你家里几口人啊？我父母，我哥哥，我嫂子，我哥的前妻，5、6口吧。来，妈，吃个橘子哈。你先说，你为什么家？为什么对我们家女儿有这意思？这。挺可爱的，那个，哎，对，老爸你不说吗？那个只要有那个喜欢的人，就能往家领，不是就得实话实说。对，就实话实说。来看看您来，我挺紧张，没怎么找过对象，是吗？那是。怎么前段时间我在大街上好像你跟另外一女孩子转悠来的？哪天？那个是我吧？应该？怎么可能是你？那会儿不认识你呢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初恋吗？那男的也不是我，我这不出来练练吗？您认错人了，伯父，不是我。我跟你说呀，这个挣5、6千块钱，虽然不多吧，但是总比不挣好。是，你刚说这5、6千块钱了，我说挣不着，那你多说点。我还有存款呢，我还有存款呢。有车吗？有个三轮。丢了，三轮丢了。那以后怎么养我们家女儿呀？她上班养我，但是我会对她好的。什么叫我让她养你啊？你怎么说的？我妈，那我应该怎么说？你妈才告诉。先问问他这个最后一个问题，这很重要。您说，你们俩想好不得结婚吗？对不对？对。有房子吗？有房，谁还上您这儿来？就住家里呗。就跟您这儿住，我看您俩挺宽敞啊。我要一间就行。你这房也没有，车也没有，那你说你有什么呀？你有什么？快说，那词儿。我知道。词儿。伯父，伯母，虽说我没有车，没有钱。没有房，没有钻戒，但我有一颗陪你到老的心。等你老了，我依然背着你，我给你当拐杖。等你没牙了，我就嚼碎了再喂给你吃。这句有点恶心。我一定等你死了以后再死，要不把你一个人留在这世上，没人照顾，我做鬼也不放心。我说完了。说的还是挺好的，这样吧，孩子，走，咱吃饭去，待会儿再说。你爸真好骗，谢谢伯父。
谢谢，哪儿的事儿去？这是，快来快来，先坐回来。谢谢光美老师，谢谢陈伟老师啊！这我这是添乱啊！你觉得闺女演的怎么样？她有点就是你跟郭刚叔一块演戏不太自信，是吧？因为你觉得哎呀，这郭刚叔他不太自信。哪有什么不自信的？对，我就是一外行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挺好玩的，慢慢来吧，慢慢来啊！守着你爸你妈，这家里就有老师，会越来越好的。嗯，这个明年啊，后年毕业是吧？刚大一，还得几年呢，慢慢来吧。我们希望你有特别好的成绩，希望光美老师一家永远幸福快乐。来，进入我们的今夜惊喜提问大会。今夜有戏官方微博啊，我们有很多朋友们有问题想聊一聊。来，佳佳。好的，郭老师。嗯，有一位叫亮亮亮亮剑迷的网友问了，叫什么名字？好不容易看见你们一家人，能不能一起表演个节目呢？比如吉祥三宝。哦，这个都点出来了啊。能表演一个吉祥三宝吗？好，表演一个，真行是吧？好极了，那么请到小舞台，我们用热烈掌声来看一看吉祥三宝。我们的观众都知道，每当到这个时候应该是嘉宾讲笑话的时候，但今天与众不同啊，光北老师一家来做客今夜有戏，他们独出心裁带来了一个特别好玩的节目吉祥三宝。来，我们掌声鼓励。像太阳照着妈妈，妈妈呢？妈妈像绿叶托着。